Hello， 大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支视频呢是一支购物分享视频，就是我在最近买到的一些衣服、鞋子、饰品和小配件之类的东西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直接开始吧。那先说衣服吧。第一个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，一三手的这件卫衣。那我买的这个，它的颜色。我记得当时我买的是它叫 oatmeal 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米色的，但是我收到是它是这种发灰色的，我买的这个是 extra extra small 就是最小的，还是很那种 oversize 的这种感觉，我觉得它的剪裁它的 fit 还是很好的，这个这里有也是有一三手的这个字。很舒服，里面它的里面也是这样的绒的这种特别的舒服，然后同样的颜色我还买了一件T 恤，看一下，就是一件 T 恤，然后夏天穿我觉得应该也挺好看的，就。比较，休闲，这个颜色也比较百搭，然后也是很柔软、很舒服的这种料子，是这个，背面是这样子，那这个是这个，下一件呢，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。最近买了几件卫衣，这个是耐克的一件米色的一件卫衣，也是 oversize 的这种，这个还挺这件衣服还挺难买的，尤其是这个颜色，一会儿给大家上身看一下效果，我觉得穿起来也是那种比较休闲、比较舒服的那种，还是挺喜欢的，还有一条，这个是耐克的一个这种运动的这种裤子，哇，这件我是超级推荐，它特别特别特别的显腿型，因为它会把你的腿型修饰得很好，然后它后面这里，它这个后面这里这个。这个屁股这里，它其实是这种松的，我觉得是比较就是提臀的，而且，整个它这个料子有点像那个，游泳衣的那种料子，穿在身上特别的舒服，总之特别推荐，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上身看一下效果，现在因为都疫情嘛，都在家里待着，然后有时候会运动啊什么的，我就穿这个特别特别的舒服。特别好，我买的这个是small 的，然后它这个侧边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口袋，就是你可以装一些小的东西，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需要的话，也还挺方便的。特别喜欢这一件，这条裤子特别喜欢，推荐给大家。接下来呢是也是衣服，是。这样的一个绒绒的小的短款的外套，也是现在这个天气穿特别的特别的舒服。它是有这种玫就发这种香芋色的这种颜色，觉得还挺喜欢的。我没有这种颜色的这样的绒绒的外套，它这个是TNA 的，然后。它是也是很短的嘛，都可以穿在里面，然后外面还可以再穿棉衣什么的。这件我也很喜欢，这个我已经穿过2次了，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。同样跟它一起买的，我还买了一条这样子的裤子，也是这个 TNA 的。那这条裤子的裤型呢特别的好，它后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口袋，也是特别修饰腿型的一条这样子的运动裤，我觉得现在，
现在真的是疫情的情况，每天都在家，所以穿这种舒服休闲的衣服的时间是最多的。那所以就然后这个上身的效果也特别好，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这我觉得这个裤子是紫色，发紫色的，发紫色发深蓝的那种紫色，然后跟这个颜色配在一起还挺好看的。我觉得就这一套，就是这一套这么穿的，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。那接下来呢，给大家看这个吧。哇，这个盒子虽然说也是橘色的，跟这些爱马仕的盒子在一起 blend in 了。这是耐克的一双鞋子，我买的是这一双。那这双鞋子呢，我是特别喜欢它的这个底，就这里是蓝色的，然后里面有一些小的像泡泡一样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这样子，穿起来上脚也非常的舒服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这个也很百搭，因为是黑的嘛，黑的上面是有白色的这种线掺在里面，这个是叫 Joyride Run，然后是这样的，我买的是6号，看得到吗？也是很推荐的一双鞋子，我觉得很可爱。那下一个看什么呢？继续看鞋子吧。是这个我还没打开，这是爱马仕的一双鞋子。这是一副鞋带，这双鞋子也是我很喜欢的。那看来是当当当，是这个。那这一双呢是叫Bouncing Sneakers，我觉得它整个这个设计啊什么看起来还挺好看的，而且配色我觉得穿在脚上就很干净，主要最打动我的是它上脚真的超级的舒服，我觉得它是爱马仕最舒服的一双运动鞋了，样子啊什么都好看，然后又舒服，特别推荐这双给大家。那接下来呢，看这两个吧，这两个是爱马仕的小码了，小配饰，一个是白的，一个是黑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，我就打开来看一下。是哪一个呢？这只是白色的，就是它啦。我觉得这个很可爱，这个是主体的，这个颜色是奶昔白。它是 PM，就是最小的那个 size，觉得真的好可爱，很软软的。这个是白的，那这个就是那个小黑马了，但是我这个不是纯色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小黑马，这个主体就是黑色了。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好可爱呀，一个小白马，一个小黑马。就是它啦。接下来呢，那再看一个爱马仕的口红吧。这个是我自己要用的，我就没有叫 Essay 帮我把它包起来。就是一个这样的盒子，打开来是。这样子的，然后推，哇，里面就是一层一层的包装。我买的这个是它的那个季节色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。我这个是54那个 matte 那个颜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美的，但我还没有试过，是这种粉色的。它是雾面的，然后
对，就是一个口红。还有，这个又是一个我要送人的一支口红，我就不打开来了。我买的这个又是21号那个颜色，我觉得那个颜色真的特别的自然，不挑人，然后平时日常用的一个颜色。我觉得这个口红呢是很好的一个小礼物的一个选择吧。那下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吧，这个我已经打开过了，就给大家看一下，是迪奥的，这么大，其实就是一个小的项链，这么大的一个盒子，打开，里面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那个项链。我买的是这一个，是这种珍珠的这样的，然后是整个。那我现在穿的衣服不太适合这个，这个需要穿裙子或者是露肩的一个裙子。之前我看到它的时候，我想买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没有了。然后，但是那天去逛街的时候，就看到正好有货，我就买了。现在可能是不太适合戴，但是，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戴在脖子上还挺好看的。如果穿一个大领子的衣服，一个裙子啊或者什么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就是这样子，就很简单，我觉得。喜欢这个，这个是这个，那最后呢，就是这个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盒子，这个是我买的一件外套，是 Oslana，给大家打开看一下。那这件外套呢，就是它叫派克外套，是我从 Oslana 的网站上买的，是澳洲的官网，那美国好像还没有，我没有看到哪里有这个，所以就在官网上买，然后运到美国还那个运费还挺贵的，但是这里买不到嘛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一件是它的今年的新色，是它叫雾霾紫，然后我喜欢它的这个喜欢它的这个毛毛，这个毛毛特别的厚实，特别的好看。然后这件外套呢，它里面也是这种毛的，所以特别的冬天穿特别的暖，然后它整个这个里子是可以卸下来的，可以当一件外套穿，然后也，然后它的，这里都是有这种拉链可以卸下来的。那把它卸下来之后，它里面的那个里子可以当一个毛毛的外套穿，或者它的那个袖子也是可以卸下来的，好多都可以，就好多穿法。一会儿我给大家上身看一下效果。我觉得，因为快要冬天了嘛，就是买一个这个外套，然后我就可以安全过冬了。还是挺喜欢这个的。这里有它的 logo。这件外套呢，这里是可以调节松紧的，那就可以想要修身的话，就可以把它拉紧一点。然后这两边它是有两个口袋的。然后这个口袋呢，好像是今年的新款才有啊，我不知道以前的有没有。它有一个这个充电的这个好像就可以插一个暖宝宝什么的，然后就会手放在里面就会很暖。我觉得这个还挺贴心的一个设计，然后它的背面这个毛，因为在那个它。
盒子里面放，然后所以它没有特别的蓬松，我要把它挂起来，然后它让它变得蓬松一点啊，就然后后面是这样子的。我觉得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，因为没有这种像这种紫像玉紫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，我觉得它特别配我之前的一个帽子，就是把它拿下来了，是这个。我觉得这个还挺配的，这个是紫的嘛。这是一个 Luna 的那个猫咪的，因为我的猫也叫 Luna， 所以我就看了这个帽子，我在迪士尼年初的时候去迪士尼的时候买的，然后觉得很可爱，刚好跟这个衣服我觉得还配在一起还不错，一会儿也是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。那这些呢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了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